歌神张学友的张学友六十加巡回演唱会将会在今年八月在马来西亚举行六场的巡唱演出，令到一众乐迷兴奋又期待。学友今次的巡唱演出门票共分为四种价钱，价格分别是1188令吉、988令吉、688令吉和388令吉。但有网民就发现部分988令吉的座位和1188令吉的座位竟然是在山顶的正中间和山顶的下一层，和同样价钱但在台前的座位相距极远，令到不少网民都留言捞白炮轰，是看过史上最坑人的演唱会座位图。